手机准备好，到底是谁让南韩地勤哥哥姐姐也疯狂？原来是大谷翔平落地仁川机场。Thank you。和刚曝光的爱妻田中真美子同行，两人笑脸藏不住，到齐御用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两人放闪时刻。네오타니등 LA 다저스선수들은미국애리조나피닉스에서12시간여비행끝에인천공항에도착을했습니다在机场维安人员簇拥下，大谷夫妻现身，两人几步之遥，田中默默跟在后头，一前一后。尽管没交谈，大谷一度回头观察爱妻有没有跟上。목이너무좋고행복하셨으면좋겠어요大谷在南韩一样高人气，有女大生，到齐球衣球帽准备齐全，还有小朋友翘课守在机场要一睹巨星风采。학교를안갔어요그들킬까봐야구복은입고그냥학교간다했어요 그선수들사인해줄것같은그것도있고선생님죄송합니다道奇抵达南韩小插曲，道奇教练 Dave Roberts 出关，人群中飞出一颗鸡蛋。南韩警方说，他们已经逮捕20多岁男子，他供称原本鸡蛋想丢外籍球员，失手才会飞往教练。子供たちに夢を与え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ほしいです。応援してください。좀비과학적인그런의심을갖고있었는데제눈으로오늘이런존재가실제한다는거를봤으니까됐고大联盟首次在首尔开幕，尽管出现丢鸡蛋的意外插曲，不影响南韩粉丝的热情。TVBS 新闻怎么导？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